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林松，很高兴又在这个视频当中和各位见面了。今天呢，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在北京看房、选房，还有就是说和这个中介砍价，准备签合同的一些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其实各位如果有关注我的微博的话，就知道我之前一直都在不断的看房。比如说，我去过朝阳区的很多楼盘，比如说这个老北苑，比如说青友苑、菊秀苑，还有这个新北苑，可能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世华博郡，还有润泽粤西，还有这个天润福熙大道，包括那边一个比较好的楼盘叫这个住华年，我都有去过。东边呢，也有去过这个太阳宫附近的这个芍药居附近的一些太阳公园或者红喜台这些楼盘。还有就是说，比如说 CBD 附近，在大望路永安里那块儿有这个金地国际花园，然后呢蓝宝国际公寓，然后华贸城等等一些比较高端的楼盘。往南边走呢，各位可能知道，就是有一个山水文园，是比较好的一个楼盘，比较次新的一个楼盘。最近呢，其实我在这个西城看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我看了这么多房子之后呢，打算还是在西城呢再买一套，所以呢，我最近看西城看的比较多。西城呢，可能几个片区我都有去看过，实际看过房子，比如说这个月坛片区，然后车公庄片区，然后阜成门片区，还有这个德胜片区，还有这个西直门这一块，然后都有去过。主要呢就是对这个乐团或者是说阜成门这一块呢看的稍微多一点，这些所有区域呢加起来呢大概已经看了300多套了。我觉得呢多看房呢还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要买一套房的话，你只看一套或者说单独看一套或者看的比较少的话呢，你对这个区域或者说你对你买的这个房子呢可能怎么讲就参考的这个范围比较少。因为可参考的这个房源呢也比较少，导致你呢就是刚看到一套房子，就是你不会直观的感觉这个房子还是贵，就是你没有感觉，你不好去判断，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这个参考坐标。但是你看的房子多了之后呢，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你对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和价格，还有它合不合适呢，你会越来越清楚。比如说，你看到一套房子，你现在觉得好，你会知道它为什么好。或者你觉得它合适，你知道为什么合适？因为你知道这附近可能还有一套楼盘，价格跟它一样，但是呢，这个房型没有它好，朝向没有它好，楼层没有它好，所以你觉得你看这套房子比较合适。如果你看到房子不好，你会觉得你会知道哪里不好。比如说你看到附近可能有套房子，你觉得楼层比它好，然后呢朝向比它好，价格也比它合适，可能贷款的方式呢可能也比较合适。所以呢，这都是根据你看房对这个多，然后呢，建立了多维度的这个参考坐标，导致你能够碰到一套新的房源，你就知道这套房子合不合适。那我最近看西城，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心得体会吧。就是西城的房子呢，坦白讲是比较老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可能和之前的这个城市规划有关，而且西城和海淀的房价会比这个朝阳还有其他区都要贵一点，因为西城和海淀的学校呢可能比较好，就是所谓大家要买学区房呢，可能都往这个西城和海淀去选房。然后我根据我自己的这个要求呢，在西城一直选一些房子，就是说符合我的要求的呢。我前两天就上个礼拜看到一套还不错，就是在这个西城我想要的那个附近，然后呢它比较靠近金融街这一块，因为金融街的房价比较贵，所以呢可能一般要到15万块左右一平米。各位可能对15万可能没有什么概念，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现在可以打开链家，可以看到这个北京市的均价呢在6万块左右，所以这个西城的房价呢几乎是这个均价的2倍还要多一点，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它地理位置好，配套完善，然后呢这个学区特别棒，属于这个顶级学区吧，而且在市中心，所以呢价格会非常非常高。但西城呢可能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房子，相对来说房龄比较老。我们如果看房子的话呢，可能比如说10年
以后的房子都算次新房，但是如果这个你用这个标准放到这个西城这个老城区去挑房子呢，根本挑不到，因为在老城区呢，几乎都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房子，或者说80年代、90年代的房子，2000年以后呢都算特别特别新的，但是呢2000年以后的房源呢真的特别少，所以呢看到还差不多的房子，基本上都是80年代到90年代的，比如说我之前上个礼拜看到那一套。是90年代左右的房源，我觉得还算好，所以呢，我就当时在手机上看到这套房子之后呢，我就约了这个中介呢来带看实际的看这套房源。当时我去到这个小区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小区呢，还可以，就是和我看的其他的西城的这个房源相比呢，还算小区比较干净。然后呢，里面呢有几栋塔楼。坦白讲呢，因为可能是因为是老城区，所以规划呢就没有那么合理。就是说，它可能只规划了楼的位置，然后呢，但是停车场，因为以前嘛，它没有那么多车，所以呢，它现在也造成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交通比较拥堵。然后呢，因为没有停车位，所以呢，这个车呢都停在马路边或停在那个小区的楼旁边，造成这个小区呢显得特别的杂乱，然后特别的这个。不合理，或者说就是有时候可能还比较脏乱这个样子，但是呢没办法，因为属于西城那个地点，所以你知道这个 location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就是最高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点吧。所以呢，它的房价呢一直非常非常坚挺。坦白讲，我看到这套房源呢，我没有那么满意，但是呢，我觉得是可以买，所以呢，我就约了这个房东，我约了这个中介来带我看房，然后正好呢，房东又在房子里面，这是一套毛坯房。然后呢，房东又在房子里面，所以呢，我刚看完这套房子之后呢，我觉得还可以，所以呢，我就想约这个房东来谈谈价格。如果他的价格，满足我的这个心理价位的话呢，我觉得我就应该会和这个房东来签约买这套房子。后来呢，怎么讲？就是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套房子呢，它挂的价格呢，可能是在780万左右。然后呢，我的心理价位呢，大概在730左右，所以中间呢，大概有50万的差价。这个时候呢，中介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实各位，可能如果有过购房经历的人都了解，其实中介呢，主要是就是在这个卖房的业主和买房的这个人中间呢，起到一个怎么讲，就是传达信息，还有这个协调关系这个作用。各位其实可以知道，中介呢经常可能会说很多怎么讲，就是谎话吧，或者说来忽悠一下这个业主和这个买房人。其实他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成交，促成这个成交以及拿到这个中介费，对吧？所以呢，他就会可能会提供一些怎么讲，就是说不那么真实的信息。虽然我说中介有很多缺点，或者说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买房卖房呢，还是不得不通过中介，因为我们还是认可。这个中介的劳动成果，对吧？所以呢，我当时就叫找中介，然后来约的这个房东来，砍价。但是呢，很明显，这个中介呢，面对的是一个无法成交的市场。为什么这么说呢？各位，我不知道了不了解，就是呢，北京可能有超过几千家的这个二手房中介的门店，就算每个门店大概有20个从业人员的话呢，北京的中介加起来有好几万人，对吧？然后呢？每一年买卖的二手房的数量呢，绝对是有限的，所以平摊到每个人的这个头上呢，每个人每个月成交量可能不足一套，所以对中介来说，只要有人看房，就是一个潜在的客户，他就想去把握，然后呢，希望这个协调这个价格合理，然后呢，把这套房卖出去，然后以促成这个成交，拿到佣金。但是对于我们买房人来说呢，我们是想以合理的价格买到这个心仪的房子或者满意的房子。对于卖房的人来说呢，这个他的目标呢，可能是卖得越贵，钱赚得越多越好，对吧？所以你知道三方的这个目标呢，都是不一致的，或者是说这个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中介在这里面呢，就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或把双方都拉进来，然后尽可能的促成这个成交。那天呢，我把这个房东约到这个中介之后呢，我跟他首先聊了聊，然后呢，就是寒暄了一下，然后呢，我就说出了这个我想买房的一个心理的一个价位，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那套房子呢，我不是那么满意，所以呢，我这个价位呢，可能也出的不是特别的高。然后我说了我的这个心理价位之后呢，房东可能觉得有点低了，比如说房东挂的这个价格是780万，然后呢，我大概跟他说，我说730左右，可能房东就有点不太乐意，不太高兴。好，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有点僵住了。然后呢，中介就开始赶紧的来，
向双方游说一下，比如说他把我们两个分开了，就是说把我拉到另外一个屋子，然后呢不断的来跟我说，希望我来加一点价格，然后呢以达到这个房东的这个要求，对吧？然后呢，那我当然是不会加价了，因为我觉得那套房子，我觉得我的价位是多少，因为我之前已经说了，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价位，我肯定不会去听中介的怂恿去加价，然后呢，中介肯定也在不断的去跟卖家谈，希望卖家降价，以达到一个合理的价值。就是说，他跟我说，然后加一点；他跟卖家说，然后降一点。这样子呢，就以便能够达到一个合理的价格，促成双方的这个签约，然后来交易这套房子。但是各位请注意一下，如果你真的信了中介的去加价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面临就是一个问题：一旦你签了合同，你就会后悔。为什么会后悔呢？你会以一个你不想要的价格买到了一套你并不太喜欢的房子。虽然当时和中介聊的时候呢，可能中介会一直不断的给你找理由去怂恿你加价，但是你加了之后呢，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合理。为了以防这种现象出现呢，所以我给大家分享一条经验，就是说，在和房东谈价格砍价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比如说你自己知道这套房子你想多少钱买，你就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要轻易的去加价。因为如果你轻易加价的话，就会出现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就签完合同，可能就觉得，不值，因为那套房子你可能并不是那么满意，对吧？所以我这边和大家分享这个经验，就是说，加价的时候，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要轻易加价。当然，如果那套房子你特别特别满意的话，那你想加价没有问题，或者说你多花点钱买到一套满意的房子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看那套房子来说呢，对于我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满意，所以我就没有加。这个房东呢，可能当时态度呢也比较坚决，他也不愿意降价太多，所以到最后呢，这套房子呢并没有谈成。就是说到最后呢，可能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或者说房东愿意再看看，或者说他可能找到一些更合理的这个潜在的买家，所以呢后来就没有谈成，我们就结束了这个砍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知道从这次这个砍价当中呢，我就知道了这个怎么讲，就坚定自己的这个心理价位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因为你稍微不注意就加价的话，就很可能出现一个后悔的情况。所以在这边，我想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当然没问题，因为我知道这就算这套房子我没有谈下来，然后呢，我还会继续不断去看房，然后呢，来怎么讲，就是说广泛的去寻找房源，然后来看看有没有自己满意的房子，然后呢，看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然后再以这个满意的价格去谈我想要买的房子。那今天和各位聊的内容就到这里吧。其实我还是想鼓励各位，就是如果你打算要买房的话，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我都建议各位多多看房，因为多看房的话，对你自己去给某一个房源有一个合理的估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判断，或者说更多的线索去判断这个房子是否值那个价格。欢迎各位就是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呢，关注我的微博，我微博是木木山高同学。各位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房子的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交流。比如说今天呢，我和各位介绍的是我在北京看房，然后买房的一些怎么讲，就经验分享吧。其实我在澳大利亚也看了很多房，然后呢也有买房的经验。下次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澳大利亚看房买房的经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各位小伙伴，拜拜。